看一下这十个题该怎么做。第一个是从基因找它的 symbol， 那么我这里已经说了，因为这个包里面它存储着它相关的信息。我们把十个题做在一个文件夹也可以，做在多个文件夹也行。我说过，打开 R 语言就是找到一个 project， 到这里就好了。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有个 project， 那么就从这里开始来做练习。第一个题应该是，首先我们需要找到这些 ID 是吧？这 ID 需要读到 R 语言里面去是吧？ R 语言里有个函数叫 read 点 paste， 就是你 copy 了什么东西，它可以直接读取你剪切版的东西。但是那个函数我记得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不给你们讲这个东西，我们直接把它做成一个文档是吧？这个文档就叫这个应该是叫11的 txt 吧，是吧？第一个题，那这个我们现在开始写代码来读取它，这里有一个文件是吧？读，不管你做什么，首先一个可以先清空一下环境变量是吧？然后你再读一个文件，我说过要加上一个 option， 里面有一些很长一串数是吧？你看这个代码都不是我打的，你只需要打记住前面的几个东西就好了，它自然会帮你弄。假如你们不加这个会怎样？那我们来试一下，我们就用 a 吧， a read 点 table 读刚才这个文件，这个文件名你也不要你打，你把这个引号打好之后，它知道你要取文件名，你 table 一下选一个就好了，选你刚才这一个。很少有代码是需要打的， read 点 table 我只打到 read， 可能要打个 t 它才能反应过来是吧？那现在我们就读进来了，因为没有表头也没有什么可以直接读是吧？你这么看好像是对的是吧？等一下会报错。好，我们有了这个东西，我们要把它对应上我们的基因名或什么呢？很明显我们需要载入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包，叫 org.hs 是吧？这里面有信息，这里面信息是怎么来的呢？是我们通过学习来得来的。你问号一它，它里面就会写它里面有什么信息。最后一行代码，这个问号一定要打1000次以上。你在 ls 一下就会发现它有这么多对象是吧？那现在我们要做的是以 symbol 对 symbol 的改变，但是它们都是基于一个叫基因 ID 的，这个是 entrance ID， NCBI 是最权威的生物信息学单位，它规定的 ID 就是最权威的。那么我们只能通过它为媒介来互相转。那首先我们需要一个基因 ID 转成 symbol 是吧？那就是 to table org.hs， 我们首先这个要转成一个 symbol 是吧？ symbol 在这里是吧？所以这是第一个 G2S 转进来，我们就能看到这里有个基因 ID to symbol 是吧？这是基因 ID to symbol， 可是我们的这个 A 很明显不是基因 ID 是吧？我们的 A 是以 symbol ID， 所以我们还需要一个 G2E， 就是 G2 以 symbol 是吧？这是 org 点，当然有很多包装好的函数它可以一步到位帮你做，但那样的话你会忽略到很多 R 语言的技巧，你只会用别人的东西。好，这是我们要 to 以 symbol， 可以看到找到它了是吧？不要自己打，只要你打代码一定会错，一错又要各种问，你只需要选出来的一定是对的。好，现在有这个 symbol 和 以symbol， 我们需要把我们的 ID map 进来，我们总不能从这个里面一个一个去搜索吧是吧？你这搜索效率肯定是太低了是吧？虽然你也能搜到是7105是吧？ 7105 又可以去这里面继续搜，它对应的基因是这个是吧？这是一种方法，现在这个比较少，就三五个，你可以这样做也勉强过关。我们肯定是要用代码来做代码的话，这个 A 有个问题，就是它后面有个点号是吧？点号的东西都不要，前面我讲过你用这个 string R 就可以了，或者是用不用它也行。它默认的函数也有这个功能，默认的函数的功能是什么呢？是 lapply 对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 A 的多了 V1 是吧？它第一列，当然它也只有一列，但是你需要理解哈，你需要 A 知道 A 是个什么东西，你才能做后面的分析。你要对它做什么呢？做一个 function， 就是对它的每个元素都做一件事情。这它的每个元素要做什么呢？那 x 这时候你应该等于什么？等于它的第一个元素，这是一个它的第一个元素，这个就是 x 是吧？我们要对 x 做什么事情呢？把它给 string split 一下是吧？这个字符串操作函数我前面讲过，如果你没有载入上面的包，你用简单的这个也行。你对这个 x 来操作，
根据我们的说过的这个点号来进行分割，是吧？但你这时候就报错，因为他说他不是一个 character。 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你前面没有加这个 opinion strength adjudicate factor， 是吧？没有加怎么办呢？也是有办法的，你在这里你加上一个 adjudicate character 也行，就是说条条大路通罗马。现在你要取它的第一个元素的第一个元素，历史的取第一个元素，这样取是吧？取出来的它的第一个元素的是一个向量，然后取这个向量的第一个元素就是它，是吧？然后你现在这个再把它整个循环运一遍，就取出它来，是吧？然后这个东西你再把它给 unlist 一下， unlist 的函数，这样的话就得到了这一个，是吧？这就是我们要的基因名，这是其中一种方式。这个方式我们就可以把命名叫 a。A 的多了，现在只有唯一，是吧？我们看一下这个基因一，这个叫什么名字？ G2 一，它叫 December ID， 所以我这里要多了 December ID 等于上面这一个，是吧？上面这一个返回值我等于它，这样的话这个 A 就多了一列。为什么我把它叫 December ID 呢？因为我后面要根据这个 December ID 来进行 merge。 如果你不等于 December ID， 当然也可以 merge， 但是你代码就会写很长，你要又要摆 X 等于什么，摆 Y 等于什么。如果你把它做的这么好，再 merge 它，就变得很简单了。比如说 temp 等于 merge， 我们先把 a 跟什么来 merge 呢？跟 g2e 是吧？然后摆等于什么呢？摆当然要等于这个 December ID， 是吧？ December ID 在哪里？在这里，一定要复制，不要打，一打就出错。那现在这个 temp 就出来了，是吧？那现在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就是继续 merge 嘛。这时候 merge 什么呢？我们肯定是把 temp 进行 merge。 temp 和谁进行 merge 呢？ g2s。 所以我们这里都 head 一下，你可以看到我这里加分号就不用换函了，明白没有？这时候我们根据什么来进行 merge 呢？根据这个 id 来进行 merge。 好，现在这个 temp 就是我们最终的答案，就找到了这每个基因的名字，看到没有？其实你还可以继续往后延伸，我还想知道这每个基因的类型，这很明显它应该有可能是个 non-coding 啊或什么的。那怎么办呢？这个做课后是好题，第一题就这么简单，是吧？代码也没有多长，这个可以叫 11.2， 是吧？第一步就17行而已，这是我手写出来的。我们现在来看第二题，第一题能够理解，那第二题就很简单了。第二题是找到探针对应的基因名，同样我们要把这个探针放到这里，是吧？我们就叫12的 input， 是吧？好，现在我们要做第二个写代码的读取，这个12这个文件，我这里提示可以用这个包，这个包也是有这个，这跟前面的 org 是差不多的形式，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你们应该能理解吧？很明显前面的代码我们 copy 过来，是吧？ read 也是 copy 过来， read 的时候我们这时候 read t2， 是吧？12，这个时候我没有用 table 键，注意没有，我没有用 table 键来补全，因为我大概知道我比较有信心我做的应该是对的。哦，其实我做错了，如果刚才我这里如果我没有用 table 键补全，而是用了这个东西，它就会报错。你们看一下，这就是迷之自信的后果。你以为你做的是对的，其实我刚才命名一二的时候我没有命名点 txt， 看到没有？所以你有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把它名间名给改回来，是吧？这样的话你这样就不会报错了，因为只有存在才能读取，明白没有？我以为我刚才是按照前面的规律来的。那你们碰到这种情况，你要学会去 troubleshooting， 不要，你其实没有什么好问的，你就跟着他看，看了这个逻辑思考能力去反馈一下就好了。好，我们现在来读取这个 a， 这个 a 就变了，是吧？是探针名，我们要把它对应到什么来着？也是对应到 symbol， 是吧？那 symbol 就在下面这一个 id， 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可以去，我把它清空一下，不然这里面有很多东西。我们现在有这个 ID， 你很明显你可以用 merge 函数，是吧？比如说 temp 等于 merge 这个 ID 20的时候，和什么来 merge 呢？和我们的 A 来 merge。 但是有个问题， A 和 ID 20
他们的列名不一样是吧，它叫 probe ID， 它不叫 probe ID 怎么办呢？我们 head 的时候不是有个 probe ID 吗，我们把它名字改过来不就好了吗？ column A 等于这个是吧，假设我现在先不改by 等于这个的时候它就会报错是吧，因为它不可能有这个列，它的列叫 V1， 所以你一定要把它的列名改过来，改过来之后你现在看它就已经改了是吧，这个改你再 merge 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嘛，这是第一种办法是吧。我刚强调过很多次，二元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这些技巧，这些技巧一旦你用会了，你以后再也不会回到一个Excel表格了，这是其中一种方式，你可以拿到你的这些探针对应的基因名是吧。另外一种方式是你可以用 match， 比如说你可以 match 一下，那你就要熟悉 match 这个函数它需要什么东西，它需要两个向量，第一个向量是前面的向量，前面的向量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这个 A 的第一列 probe ID 是吧，后面的向量是什么呢，是我们 ID20 的 probe ID， 它就会得到前面的向量在后面向量的坐标，这坐标是，哎，坐标怎么这么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说明我刚才本身就是这么取的是吧，正常情况下你随机乱取的话它会打乱一下。好，我们match起之后，这就是它的坐标嘛，这坐标放到这个 IDS 里面不就可以了吗，我们要取函是吧，函是什么呢，逗号左边咯，就这么简单嘛，这就是我们拿到的嘛，这也可以叫 temp， 我们这时候可以叫 temp2， 叫 temp2 吧，上面叫 temp1， 如果你们想比较一下 temp2 和 temp1 是不是一样的，怎么比较，肯定不能等于等于，因为它现在是一个 data from， 好像也可以，有一个函数是判断它们是否完全一致叫 identical， 但是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测试这个不重要了。好，我们现在把前面两题做了是吧，我们现在看第三题，第三题是拿到这个包的内置数据的表达量是吧，这包肯定需要加载哈，加载之后内置数据叫 data。 我为什么要提示一下，因为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包里面的数据，以为它跟 LV 一样也叫这个包的名字，其实不一样。我们拿到这个内置数据了，我们来试一下，反正这个代码已经在这里了，前面这两行代码一样的 copy 过来，而且这个没有 input 是吧，那我们来试一下把这边都清空。它首先需要加载这个包，加载这个包之后，这个包为什么有这个数据，是我们看说明书看来的，这个不是凭空得来的知识，这个数据是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可以通过这个函数来获取它的表达矩阵，我们应该是在群里面有聊过这个是吧，就是这个，它分为这样的一些对象，这是它的表达矩阵，这是它的芯片的呢探针的信息，这是样本的信息。好，现在我们有了这个信息，我们有了表达矩阵，然后我们想要 TP53 相关的基因是吧， TP53， 那我们就需要通过这个包来找到这个探针所对应的基因，那前面的代码就可以用了，把这个代码复制过来，包名改了，那么这里应该要改是吧，我猜应该是改到这里，试一下。好，可以的是吧， IDS 在这里，我们找到 TP53 对应的基因，对应的挺多的是吧，三个基因，这时候你可以一个一个来，比如说你可以取它的这个矩阵是它是吧，取它的这一个探针的名字是吧，取这个探针的信息，然后我刚才说要根据它的这个分组信息来画 box plot 是吧，分组信息在哪里呢，分组信息在应该在 pData 里面，这个函数怎么写的 pData， 我们看一下分组信息在哪里， dejs 是吧，分组信息就是 pd 的 dejs， 我们要对这个东西来画图，画 box plot 是吧，它的变量是这个，它的分组是我们刚才这个 pd 的 dollar 的这个 dejs 是吧，按照道理就能画，但是会有没有什么问题，这是画第一个探针是吧，这个基因的第一个探针，后面的话代码复制把探针名改一下就好了，这一个是吧，如果你们熟练的话也可以很快，但是这样的话会有个问题，就是太手工了，
你看这两个探针都没有差异是吧，只有这一个探针好像是有差异的是吧，那这时候这个 TP53 到底有没有差异呢，我们看一下这三个探针，其实我们应该有差异的只是这一个是吧，这个是有差异的是吧，这个叫显著。那我们通常会对这个基因取最大值或最小值或什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假设我们现在有个表达矩阵，哦，我们可以这样，哦，我们直接看图就好了，图上面就显的矩阵有差异的是这个是吧，它好像是 2.5 到4，这个要小很多是吧，就最大值都小一点，这个探针更小了是吧，那说明我们取最大表达量探针是有意义的，我们恰好取出有差异的了，但是不是有差异就好呢，对你们发文章的时候当然是有差异就好，哪怕是错了有差异也好，因为大家都喜欢阳性结果嘛，不管这个阳性结果是真的还是假的，反正你有没有造假嘛，因为数据就有这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会选表达量大的探针保留下来，但是你也可以把所有的探针都保留下来，最后再挑出有差异的，就是哪怕它其他的表达量的探针大的没有差异，表达量小的那个探针它这个基因也有差异，你也可以说这个基因差异表达了，因为你这个基因本身就很长，你设计探针的时候各个外显子它可能就是可变剪切各个转录本不一样是吧，这是一种方式，我们得到了这个方式，但是你这样做假如有十几个探针你是不是要找很久是吧，很明显你应该用更加经济的方式，但是对这三个探针来说这个经济方式在这里就不经济了，因为你要费很大的劲去写这个代码，所以我们就不讲了，除非是有100个的时候我们再讲，5个以下你都没有必要写循环了。好，我们来看作业4，作业4和作业5是需要用这个网页工具，我们来试一下看看，找到这个乳腺癌数据集 TCGA 表达情况，表达情况应该是想根据什么临床信息分析下组吧，我们来看一下，要找这个 TCGA 的这个 pan cancer 的 breast cancer， 那我们首先要找到 breast 是吧，然后要找到 pan cancer 就是这一个咯，能看到吗，点到哈，然后我们只想要一个基因是吧， BRCA1，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表达量，这里就能获取它的表达量信息，很明显我们应该去找到这个 plot， 这个时候我们要看的是，这是它的表达量，看到没， RSEM 的表达量相对于这个拷贝数的变化，就不同拷贝数高拷贝数越高它的表达量越高，这个是可以理解的，那通常我们可能并不想看拷贝数，可以看临床信息，比如说根据它的什么东西来选，这个临床信息就要自己对这个癌症有一定的了解，如果我们不了解的话可能也选不到什么好的临床信息， subtype 我们选一下 subtype， 好， LumiA 和 2,LumiB normal 和 basal 它们的表达量是这样的是吧，这就探索到它的表达量了，这个信息你们可以下载下来自己去走一波，重新把它画个图，明白吗，这是这一题，然后画图的话我们来试一下，我们现在在这里，我们要从我们的 download 里面把东西复制过来， download 是这个，复制到 temp 那就是这个，这个 plot 的话我们就改为第四题是吧，第四题的 plot，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在第四题的代码里面加上它，我们还是把这个放上，第四题的代码是也是用 a reader 点 table 是吧，读取我们刚才这个14，好我们读一下看看，14是你看这时候读就没有上面那么简单了，它可能需要加很多东西，比如说我们要加第二行没有14个元素，那你可以加个 serp 等于杠 t 吧，第二行没有4个元素，我们先 fail 等于 t 看一看，这样不管它有多少个元素都能读进来，看看是不是我们想要的，
哦，其实就是我们想要的。现在我们根据这一个把它分类，分，但是我们还要加个 head 的 ut， 你们还，我们再来看一次，这个表头其实应该存在是吧？ fail 等于 true 是因为我们最后一列有很多空值，看到没有？如果有空值的话，你读进来它就会有问题。那我们就是表头 head 吧，你可以看到我只打了这么几个字，千万不要把一个单词打完，你一打完就错了，尤其是对初学者来说，等于 t 就好了。这时我们再读进来，我们可以根据它来画刚才这个图，画 box plot 的图。你们不用学代码，都是去别的地方找就好了。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就刚才找过这个图是吧，我们就把这个代码打开然后复制过来就可以了，就是这个代码复制过来就好了。我们现在这个 A 我们看一下 sample ID subtype 表达值和 mutation 是吧，所以 sample ID subtype 我们把这个改为 subtype 就好了是吧，然后这个是表达值 expression mutation 是吧，那我们把 subtype 就放到这里，表达值就放到这里，这样这个图就能画下去了，而且很简单就能画出一个图。我们看一下，是吧？这就跟刚才那个图应该差不多吧，只不过它可能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展现。好，这个代码就到这里了。GGC5 的话，这个应该叫 plot gain BRCA1 到 TCGA 的 BRCA 数据集 CBL portal 是吧，它也会画一个图在这个地方。 GGC5 它需要 ggplot 这个包才行，然后它会 save到刚才我们这个里面是吧。好，这个第四题就到这里了，这个叫14是吧。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五题，第五题是找到 TP53 基因在乳腺癌的生存，就找就好了。我们把这个复制一下，保存一下。好，这个我们找到我们想要的这一个 BRCA 数据集是吧 ？TP53， 然后按 50% 的分一下组，看看有没有生，你们猜一下有没有显著生存风险性？好像不是很显著是吧？那这个时候你们可以根据这个 patient 的那个 ID， 根据你前面下载的那一个的 type。subtype， 你把它重新给分组，分组之后再看有没有显著性的关系，明白没有？这个作为进阶题，这个难度有点高，因为你要把这两个东西，把这个数据集加上现在下载的这个数据集，要一起结合起来了。我们来看一下 ，download 里面，放到这个里面，我们可以重画一个图，这个图这是14是吧？我们现在来看15。15也要读取一个数据，我们也用同样的代码来读这个数据，读的应该是哪一个，选一下看看，是这个是吧 CSV。 那 read 点 table 的话 serp 就应该等于逗号键是吧， fail 等于 true， head 等于 t， 我们来看一下对不对，好像是对的是吧。然后前面不是有 subtype 信息吗， patient 的 ID 他们是互相对应的，如果你用它画生存分析发现不是很显著，你就可以把它结合起来。我们先画一下，这个是15的代码，是吧？它生存分析的代码哪来呢？我们也从前面找，反正也没有人把这些代码背下来，我一直没有背过，直接从这里开始复制就好了，是吧？复制到这里来，我们只需要懂得修改它就好了。我们很明显要修改的应该是。下面都是 data， 所以我们的 data 等于 a， 是吧？
然后假装就可以了。我们继续往下走，生死高低表达。哦，这时候这个名要改一下 GGC5 的时候，我们现在是 TP53 在 BRCA 里面的是吧，还要加上 TCGA， 这样的话，然后下面图我们就不要了，不需要画那么高级。刚才我说过，你这么画跟刚才那个是一样的是吧，人家的网页工具一般做的都是对的，我们要相信它。 0.139 嘛，我们这 0.14 嘛，没什么没区别是吧。既然它不显著，你就要把它分成 subtype 是吧。 subtype 信息怎么来呢？信息在前面，我们前面读的不是 A 嘛，我们现在在读 B 就等于读取上面的这个第四个步骤的这个信息是吧。我们看到现在有个 B， 这 B 里面就有 subtype， 每一个 ID 对应的这个 subtype 就在这里是吧。我们把 merge 起来就好了。如果你要 merge 的话，我们搜索一下看看是不是存在， A 和 B 要 merge 起来存在是吧。但是稍微有一点点区别，它只有这么几位数，但是它多了两位数是吧，怎么办？切掉哈是吧。然后 B 的话我们也需要改一下名， A 叫 patient days， 我们一定要保证它完完整整的一样。我们先把 B 改名吧，刚才我们在这里反正也有经验。这时候我们改名的话，这个就叫 patient 好一点。我们先 head 这个 A 看一看，因为我们要跟 A 的名字对应，不然等一下 merge 的代码就变得复杂了是吧。 color name A 的 patient 没有问题了、哦、B、哦、不好意思， A 不能瞎改，应该改 B。 这个 A 需要重新读一下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A 还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B 的话我们改了是吧，我们也 head 一下这个 B， 然后你发现 B它的 patient ID 多三个字是吧，那怎么办？你把它切掉， B 多了 patient 等于 substring， 切，把它切多少个呢？从第一个切到第几个？ 1,2,3,4,5,6,7,8,9,10,12 个是吧。是不是现在就可以运行了呢？不要，你先把这边的运行试一下看对不对是吧，最后再复制，不然的话你好像是对的是吧，这个代码是对的。我们把它切掉了，把后面的三个切掉了是吧。好，那我们 B 的 patient 就对了。那现在我们就可以把 A 和 B merge 起来， merge 后叫什么呢？我还是叫 temp 等于 merge 这个 AB， 然后 by 等于什么呢？等于我们一直用的这个 patient ID 是吧。这时候 merge 会有个问题， A 和 B 一个是1000多，一个是900多， merge 我们看看有多少个，还有800多是吧，那说明还挺好的。现在我们做生存分析，我们首先可以看，我们可以分 subtype 来做是吧，先分 subtype 再看 TP53。 那这时候我们只需要把 data 变一下就好了，可以看到这里有这样一个代码是吧。前面我们说过，如果你觉得这个代码复制粘贴太麻烦了，那你就把它写成一个函数。但是我们先不写函数，我们这个 temp 只需要选取 temp 的多了的 subtype 等于第几个 subtype 就好了是吧。我们先来做第一个 subtype， 我们 table 一下看看有多少个 subtype。 好，先看看 bazel 里面这个东西它有没有差异，生存分析有没有差异，更没有差异是吧。这是一个好兆头，既然它的 T 值这么不显著，那说明另外一半的数据集有可能会显著是吧。那我们就只能把这个代码，当然我们这里画图也可以写进去， GGC5 的时候这个就是 in BRCA TCGA 再加 of bazel 吧，或者说我们在这里修改，这里把 BRCA 替换一下是吧。这是第一幅图。那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前面我说过你这样代码会越写越长是吧，所以按照道理是要写循环的。我们先看一下 HER2，
我们看一下 HER2 里面的这个基因显不显著，也不显著。好，现在我们要把后面的走完，我们要把它做成一个循环，做成一个函数，这样的话就不用一次一次的去往后做了，是吧？不然的话我们还要写三次代码，是吧？那么就把它写成一个函数，这个函数就叫，就从这里写吧，这个函数就叫 survival for BRCA， 对吧？哦，简称傻逼了。好，我们需要什么呢？需要一个 data 是吧？还需要一个名字，你存储的文件名每次都要改变是吧？其实我们可以不用名字，我们只需要画图看就好了。因为我们不一定要存储到本地来。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就可以删掉了。现在我们有一个画图函数，就叫 sb， 这个 sb 就可以作用于从上面，从最上面开始就可以进行更改了。从哪个地方呢？从这个地方就可以更改了，看到没有？这个就叫 sb。这个 data， 这是 Bazel 的 SB 是吧？我们看一下错在哪里。157 SB 接收一个 data， 然后对它做什么事情 ？State 存在 logical。这时候如果你们写函数，就需要面临一个调试代码的问题了。我们来调一下看看。按照道理不应该有错的，它现在很有趣，就是这个 data 在外面的时候就报错，在里面就不报错。有可能是变量名冲突，我们试一下，把 data 改为 tmp1 吧。这个命名是很多程序员最讨厌的事情，但是我们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环境变量里面还有一个叫 data 的东西，我们可以把这个 data 删掉。他说 data 不存在，他没有把这个 temp1 传进来变成这个 data。这是为什么？像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是这个写包的人有问题，他没有把这个包他的变量给封装好，导致这些变量进行冲突了。就是说按照道理你写的包应该不要跟用户的变量产生冲突，我传进来的 temp 这个时候就应该变成这个 data 了，但是他没有变成这个 data， 那没有办法了，只能我再试一下 temp data。
好，先不用管它吧。既然不能写函数，我们就继续这样写就好了。我们不能写函数，还可以写循环，其实这个仍然是存在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 taper， 这个 temper 不是有这么多吗？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做。我们可以 lapply 这个元素，这个元素对它做什么呢？对它进行 function x， 对这个东西来说 function 这时候选一个 type 好记一点，我们把这个 temp 变到这里来，这样也不用写函数了，它本身就变成一个函数了。这个 temp 1的时候等于 temp 的 bezel， 这个 bezel 就是 type， 因为每次 type 都不一样，对吧？所以按照道理它就会对它进行批量进行处理。 temp 1， 因为下面有个 x， 所以这个就变成 x 就好了。这是我见过最有趣的一个包，它完完全全把所有的循环都被它抹盖了，那我们只能复制多次了，没有办法的事情。三次、四次、五次。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 table 的时候不是有这么多吗？那我们 type 就应该等于这个 bezel， 是吧？然后把这个复制也是复制五次，这只能浪费时间了。如果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去解决它为什么在循环里面就报错的问题的话，就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做。还好只有五个 subtype， 如果有100个 subtype 的话，那今天这个课就讲不完了。好，我们把它放到相应的地方去就可以了。这第一个，这第二个，这是第三个，我只复制了三次吗？好，我应该从这里开始是吧？好，那我们就从这个 LumiB 开始吧。啊，没有办法。好，我们先看第一个现在变成 LumiB 了是吧？X 是存在的，它在循环外面就都没有报过错，在里面就报错。第一个 0.057， 这个有一点显著了是吧？这个 LumiB 你们要记住。我们看一下 Normal 里面显不显著。啊，这个更不显著。 Bezel 呢？ Bezel 我猜应该是显著了。哎，我猜错了。Head2 也不显著，我们刚做过了。LumiA 也不显著是吧？你们为了让它显著，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这个时间点改一下，不要做到6000，做到4000或什么各种，这里面就自己各显神通了。我们这个已经讲超出我这个题的范围了，其实往后面就已经不需要讲了，就是从这个后面，这里有个分割线。后面已经超出它的范围了。其实这个代码很简单，就是这么一点点是吧？这是15的代码，我们现在看看16的代码。第六题是什么来着？取它的表达矩阵画热图是吧？下载怎么下载？我们应该是搜索下载的代码，下载代码在这个里面是吧？ Step 1就是下载 download， 我们把这个代码打开就好了。也是这么下它的表达矩阵就是 data 咯，这个叫16是吧？第六题，我们下载的这个表达矩阵是谁来的？是它是吧？提取下面的基因化热图，这个还有点麻烦咯，我们先试一下，全部，哎， 17215， 啊，就是它是吧？好，那就不用替换了。我们再来下载一次，我们下载之后拿到表达矩阵好拿，但是我们需要
17，我刚修改了什么吗？再来一次。好，它开始下载是吧？我们需要拿到表达矩阵，还要拿到这些基因。我们表达矩阵肯定是探针 ID 是吧？那刚才我们在这里面讲过如何把它的基因改为 symbol 是吧？改为 symbol 应该是在这个代码是吧？我们复制过来就好了。它的包是这个包，我们来看一下。拿到表达矩阵是这一个是吧？表达矩阵没有问题啊，探针名没有问题啊。我们要改为基因名，基因名就是根据这个前面第几题我们都讲过了，我们拿到它就好了。拿到它之后 ，OK 了是吧？就变成基因名了，很简单。你都没有做任何修改，你做的只是把这些代码换各种各样的工具，你相当于组合工具去做家具，做家具并不需要你自己去发明的锤子啊、木头啊、木匠的各种东西。好，我们现在拿到这个表达矩阵，我们要画这个基因的图是吧？这个稍微有点不一样，你可以看到这个基因是这个样子的是吧？不再是一行一行的了是吧？那怎么办呢？我们这个叫 NG 吧，就是我们需要的基因等于这个是吧？然后我们要把它给切一下，刚才我们说过 string split 是吧？把 NG 给按照空格切一下，空格应该就这样吧，我看一下是不是，好像是吧？再取它的第一个元素，好像没有问题是吧？你看了吗？那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基因，我们想要的基因就叫，我们还叫 NG 吧。那想要的基因从想要的表达矩阵里面提，这时候有些人就会这么提，行嘛是吧？但你肯定会报错，因为我下面写过，有一些基因是不可能被检测到的，因为这个探针很落伍。这个探针是什么来着？133A 是吧？这个可能是97年或03年的事情了，现在已经快20年了，有很多基因都是检测不到的。那很明显我们需要做一个过滤，过滤什么呢？过滤那些不在基因名的是吧？我们就判断它在还是不在是吧？在还是不在可以用麦西，也可以用百分号 in， 百分百 in 什么呢？ in 我们的 row name 的 data，就是我们所有的基因名，我们看一下哪些在哪些不在，只有9个不在是吧？那我们就把这9个不在的去掉就好了。那我们 NG 就在等于 NG 的一些过滤，过滤就是过滤右边的这一个是吧？现在这个 NG 是50个，过滤之后应该是41个是吧？那现在你再取它的表达矩阵就不会有问题了。我们是要取表达矩阵干嘛来着？画热图是吧？热图有个问题，现在值比较大，所以我们可以先把它 log 一下是吧？现在这个 data 就可以等于这个 data， log 一下， log2 就好了， log2 反正都一样，直接 PK map 不知道好不好看，我们试一下。好像还行是吧？但有时候你可能需要把 row 给规划一下，叫做 scar 等于 row 吧。我们来看一下。好，这是高表达了是吧？这两个样本比这些样本高表达。这些基因是有意义的，有生物学意义的，但跟我们题目没有关系。好，你们会画热图了是吧？会根据想要的基因去任何表达矩阵里面去找到想要的东西来画热图。第六题，哇，这题这么难吗？要做这么久啊？第七题，表达矩阵相关性，这个应该很简单是吧？我们下的是它是吧？那很明显，我们把这个代码复制一下，从这里开始复制，这叫第七题是吧？17，我们现在要修改哈，修改成什么呢？修改成现在这一个是吧？有三个地方改，
改完之后直接运行就好了，它现在就会下载这个数据，下载之后我们只需要把样本算个 correlation 就好了，这个应该就很简单了是吧。样本的 correlation 应该是，我们看一下这个 data， 这 data 还有 4.2 兆啊，那说明样本还挺多的，还要我还要标上它的分组信息是吧。那我们要看一下它的分组信息，分组信息在这个代码没有，在15的代码好像是有的是吧，其实就是 pData 嘛，我们来这，我们直接自己做就好了，不需要去前面找代码了，我们就叫 PD 吧，等于 pData 的这个 A 是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PD， 分组信息不就是这一组这一组嘛是吧。第七还有什么问题吗？这个哦，还有一个化疗与否是吧？化疗与否，化疗与正常，三组。哦，行，那我们就按照这个分组吧。这个分组还有点麻烦，可以用干号分割或什么的。就不分了吧，反正没有多少个。当你们觉得写代码比较麻烦的时候，你还不如直接去自己创造这个变量就好了是吧。我们现在是 RB 有三个，我们叫 RBC 是吧，就是因为它 RB 而且还化疗。代码写在这里可能不太好，写在这里会方便一点，我们把它复制三次就好了是吧。可能不止复制三次，因为后面还有三个也是是吧，但中间夹了三个不是它的。那么复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然后还有两个 normal 是吧，好 normal 简单一点，中间有个 RBN 就不化疗是吧，三个字，这样就比你写代码更快一点，反正也就这几个样本嘛。那我们现在要算它们相关性，相关性就是括一下嘛，等于括这个矩阵，这矩阵是啥来着，是 data 是吧。你在做它之前先要检查一下，看前四行前四列，那这就是它的相关性矩阵。我们前面说过，如果这个相关性矩阵分的不是太清，那你们就去把它给做一定的处理是吧。我们直接看相关性矩阵的话，哎，好像分的挺好的是吧。现在我们只需要把我们的临床信息加上就好了，临床信息就是 group list 的嘛， group list 的就得这个就叫 temp 吧，等于 data 点 from g 等于 group list 的，然后我们它的 row name 的 temp 应该等于我们的 color name 的 data 是吧，这样我们才能画图的时候把它给加上去。画图画这个啊 color name 的这个 m， 当然这个 m 的 color name 和 row name 都一样，所以其实没有关系。annotation car 等于什么是吧，等于我们这个 temp 就好了。好，我们来试一下。哇，这个实验设计的非常之好是吧，但是为什么这个化疗抵抗呢它还分为两组呢，我没有理解，但不管怎么样还是非常好。可能是我看这个 PD 的时候还没有完完全全看完，这两个之所以被隔开可能应该是有其他的原因的，不过这跟我们题目没有关系了，我们就不管它了是吧。我们第七题就到这里了，第八题找到它的注释包是吧。哦，我这不是刚发了一篇吗，其实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好，如果这个芯片它有 bioconductor 的包，那刚才我们这一个要找它的注释包，就是说明它有 bioconductor 的包是吧。有 bioconductor 的包我很久以前收集过，我们来搜一下，这个叫啥来着， GPL92
是吗？还真有是吧？就叫这个包，那么就下载它就好了。这个是18是吧？下载它，那不就是这个代码吗？下载什么东西呢？下包你们应该很熟悉了吧？就把这个复制到这里是吧？这是不够的，所有的注释包都要加上一个点 DB。好，我们来试一下。这个包还有蛮大，可能要下个一分钟吧。这个叫18，它就这么下就好了。我们来看第8题，我们来看第9题，挺快的，都快做完了。第9题，下一个数据集，并挑出它的最大平均值探针、最大 SD 探针。哦，这个应该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是吧？下载矩阵就是跟前面的代码差不多。哎，我下包有什么问题吗？没有网络了。可能下包需要一定的运气吧，在大陆的话。好，先不用管它。这个下包的代码肯定不会有错的。我们继续来下这个矩阵，矩阵从这里开始，所以这个代码是一样的。我们先来看第9题，第9题，同样的道理，把这个地方替换一下是吧？替换成什么呢？42872是吧？好，我们来试一下下载看看。直接点这就好了，它就会来下载这个数据。这个表达矩阵应该要小不少，我猜。下了之后，我们要挑最大探针、最大 SD， 那不就是？而且我们只要求探针了，这个简单不能再简单，都不需要你去对应到基因名，是吧？你不需要录屏的，其实我已经录好了。嗯，我录了发给你们的会。嗯，这个电脑都快录坏了。我录了没有？我应该录了吧？嗯，是录了。有声音。怎么700多 K 下这么久？你们有人在下电影吗？没人下电影吗？我手机在这里信号很差。好，我们下到表达矩阵了，我们要做什么？这个最大探针是吧？那不就很简单吗？ apply 一下就好了嘛。 apply 我们的这个矩阵，每一行是吧？取 mean 是吧？然后再排个序是吧？排序之后，我们用 decreasing 等于 true 是吧？然后取它的第一个不就是最大了吗？挺大的是吧？实时应该挺大的。你们想知道它有多大，就 box plot 一下嘛，看一下有多大，都是介于4到14之间是吧？这肯定是最大平均值的探针。嗯，最大 SD 不就改一下 SD 嘛？最大 MAD 不就改一下嘛？看起来没有问题了是吧？探针就是这个名字，看看这个探针名跟刚才就稍微有点不一样，因为这个它探针就是这样子，我们不用管它。刚才18是有什么问题是吧？再来一下看看。不用，最后是根据尼玛分组做差异分析得差异矩阵，那不就是分组信息搞好就好了吗？10是吧？同样的代码放到这里来就好了。哦，这个下包还有点问题啊，不用管它。
我们有了这个表达矩阵，再加分组信息。我们看一下分组信息是什么，三个 control， 三个药物处理，是吧？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空格键选第四个，是吧？那就是 group list 的等于unlist l apply pd 的多了 title， 对它做什么东西？对它做一个 string split 这个 x， 根据空格键来分，分完之后取它的第一个元素的第四个元素。试一下，好像对的是吧？这是满打代码。其实你不是这样写的，你是先 x 等于它的第一个元素，明白没有？等于它的第一个元素 x 你拿到了是吧？然后你对 x 再看一看这个代码对不对，最后你再把代码组合起来，组合起来你发现是个 list 的，再用 unlist。 因为我的代码经验比较多，所以我是这么写。这个顺序其实对你们来说是不对的，你们应该是先做里面的底层代码，然后再回过头来看。好，现在我们得到 group list 啊，差异分析怎么做？不就是前面的代码吗？反正我也背不下来，代码应该就在芯片表达下游分析吧。我们打开这个看看，这个是吧，直接复制就好了，都不用改任何东西我估计。哦，不可能要改。这个地方是表达矩阵是吧，我们上面命名命规则不太对，是 data， 所以我们要把它等于这个 data，而且还需要去检查一下前几个是不是对的，就是有没有 log。 立马它接收的一定是 log 之后的矩阵，是 log 的是吧，所以我们直接往下面走就好了。差异分析结果就在这里嘛，这时候可以画个热图什么的，不，画个火山图或者什么的。火山图的代码我前面讲过没有？跟也讲过吧，不在我们这个练习题范围内，我到时候再讲吧。这是10，好像 OK 了是吧？出了18有点问题，不知道是不是网络还是什么，很有趣，不用管它了。那我把这个答案发给你们了，你们来理解一下，然后我们还要讲新的东西。